幼儿，你怎要给你翕专辑啊？是啊，啊，我唔知要怎翕专辑，唔知要怎翕呢？是啊，随性来翕得来啊。是啊。啊，有观众朋友讲要叫我给你采访呢，啊，了不？刚没有白龙雪采访。哎呀，吼吼，这个也。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白同学第二教室里面的猫同学，来喵子，耶，进来。吼吼，想过介意啊啦。啊，第一届来上白同学 DIY 教室啊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你敢会晓听？哎呀，啊，你们发表一下感言呢，敢有介意呢？来，白龙雪给你采访一下特写，是吼、哦？啊，你敢有希望白龙雪点阅率较悬啊？有了喵姐，进来，进来哦，喵姐，是吼、哦，我那唔接唔完呢。哦，你睡午觉哦？啊，敢有要接受采访啊？没有、哦，哇，还刚用给你采访，你唔接我呢？还是我给你采访了，再来采访恁同学，敢好？好吼、哦，安尼我先要采访恁同学哦。白龙雪买一包20公升的尿尿，要请你，你等我一下哦，好不好？你们讲好？哦，真巧，好，等我。来，好不容易阮猫同学同意我要甲伊拍摄，我即马先用一寡陷阱甲伊捕捉来，啊无我要翕猫咪袂晓。哎呀、啊，开始哦。来，开始接受采访耶！来，耶！哦，这要翕猫咪呢，压力真大呢。来来，遮，甲拐过来哦。开始，老婆，老婆，来，老婆，唔免惊，唔免惊。嗯，好吃诶哦。虎猫同学开始咧食大餐啊咧。我把灯光关掉，较袂甲猫诶眼睛伤害着。虎猫同学加配合，嗯，袂歹。老婆，有介意无？今我只猫同学，伊可能食伤饱，食袂落。我来采访因同学，行。来，你看这只猫咪，伊会讲按摩呢。按摩是啊。啊，你啊，伊那当时按摩，你哪知的？对啊，伊拢爱按摩。伊当时发病的。这倒有啊，这下子。啊，伊会给你按摩，啊，敢会搞按摩？是哦，我真犀利呢。我讲这种猫呢，才会得人疼。